往觉得自己没有可能去改变这个世界，然而即便如此，也不应该放弃为此的努力。 TZM 时代精神运动是一个全球范围内兴起的倡导可持续发展的组织，作为一个 Global NGO， 会进行一些公益的科普和理念的传播，包括资源能源的可持续、社会教育的改革等多个方面。 TZM 时代精神运动遍布全球几乎每一个国家，拥有将近100万的志愿者。 We must become the change we want to see in the world. 在中国呢，这边的时代精神是今年已经是第6年了，当然是 每年都会一次比一次更好。创业者也好，或者是公益机构，或者是学者也好，聚在一起，我们可以形成这样一个平台，能够为大家提供服务。我认为时代精神呢，它是一个思潮，把这个绿色的，就是时代精神这种我称为绿色的基因呢，输送到每个人的观念里边，让大家认可这件事情。时代精神运动，我们提倡的是第一个开放性思考，这个是对非常多人都必须要需要的一个东西。我们针对的这些理念，包括共创共享、资源环境的可持续，还有生活方式的改变、教育模式的改变，针对于这些内容的话，我们会思考、会探索，或者说会去学习。我们做了一次就是3个月的生活实验，就是对于探讨这种共识社区的生活，让大家了解。为什么大家在经济增长这件事情上会有这样那样的困惑呢？是因为有很多东西遮蔽了我们的窗户。跑步文化的一个盛行，它其实也是对文化这个文化的一种反应。中国的维纳斯计划，它在哪里？它可能在哪里？我们这一代人如何为我们这一代人还有我们的后代留住乡愁？我个人看，你认为这个时代精神运动，如果说想要去做的话，我认为它的出发点最能改变的话，我认为是咱们的这个金融体系。我们现在的教育就是把人当做一个产品一样。我们整个人类的发展到底是为了什么？这个世界以后会是什么样子？如果我们在大家所有的概念当中做出一些改变，对以后我们的后代还有以后后来人他们的一些理念和一些想法会产生一些根本性的改变。希望能够不要将所谓的垃圾变成真正的垃圾，而是要将真正的垃圾变成我们可以利用的资源。把我们时代精神运动的这样一个很好的一个理念让更多的人去知晓。现在这个环境最大的问题不是环境本身的问题，而是人心被污染。自我出现了问题，自我出现了什么问题？什么是自我？到底有没有自我？我觉得时代精神是什么样的？是我们觉得在这个时代我们现在缺失的，我们这个社会不平衡的存在问题的部分，我们要去修复，对吧？我们要去引领的，我们要去追寻的这些东西。如果要总结一句口号的话，就是 Better world need better me。 我们对于这个时代的一个探索的一种反应，它到底能给我们带来一个什么样一个东西？它可以跳脱到时代的数个阶段之后来获得其他人还没有给到你的一个愿景。也希望说更多的这个朋友来加入我们，一起来做这么一件有意义的事情。愿我们时代精神越办越好。 The Zeitgeist Movement 时代精神2015。